最近看抖音链子书，很多人在试养仓鼠，所以我今天自己就情不自禁的去买了两只。可以说是买一送一了。这大只的是妈妈哦，它叫朱古力。然后儿子这一边呢，小小的，它叫咖啡。咖啡，在吃吗？咖啡呀，被吓到了。然后，朱古力就来了，你看它多爱子清啊。然后我这边呢，就用买回来的盒子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屋子，因为还没有买新的家具嘛。然后想要淘宝再看看有没有比较漂亮或者比较特别的家具的。来，朱古力，给你吃红萝卜要吗？不要，逃了逃了。你看朱古力好像是不喜欢吃萝卜，也没关系，抓它出来看看喂食是否成功。来，朱古力，吃哟，来吃一点萝卜嘛。来，补充一点维生素嘛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要回家呀。那要果汁吗？果汁，果汁。哎呀！啊，这里乱窜乱窜的。看朱古力，好厉害，跑呀！要吗？瓜子不要。连瓜子也不要。那先放它回去吧，怕它带回。然后它突然跳楼的话，就疼死了。